你说完了？你看上个女人，要跟她结婚，就那么多吗？房子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这早就转到你名下了，我会另找地方住的。然后我空就过来看看，看这房子装修好了没有。你要是喜欢呢，可以把这儿给卖了，挣一笔钱，足够你开家公司了。把这卖了，你想的真周到。人长大了就得结婚生子，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？怎么忘了？完了，你这样就太没意思了吧？我上去洗个脸。你就不能陪我多坐会儿？可以吗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天才头一次那么闲坐着。小时候，我老喜欢跟我妈上上闲坐着。想家了？不想家，谁都不想。有一天那边挂了个彩虹，大得不得了，我赶紧去拿摄影机，可是出来的时候，彩虹已经不见了。彩虹都害羞，不愿意上镜头。瞎说。你知道，以后我是不会坐这等你的了。这个，我大概也猜到了。真是的。这房子还没装修好呢，你可能不相信，我是真喜欢你的。你别少哭啊！你可能也不知道，我也是真喜欢你。这么早就下来了？没睡。没睡。娘也真够情绪化的。你喝什么呀？威士忌啊？你他妈没病吧？污言秽语的，女人都不会喜欢。少在这装蒜。你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呀？对，我不懂。您可是专家呀。哟，怎么着？今儿就走啊？贵人多忘事，你去香港前我就告诉过你，你要结婚了，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。结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跟老婆这么讲话？
你给我听好了啊，我陈安东可从来没赶你走过。是我自己赶自己走的，那可以了吧？